哦，这段好。按键。这个游戏好像还蛮有意思的。嗯，我们玩一下这个。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按钮，然后另一半就可以变成你所谓的完美伴侣，你们会按吗？你按吗？会啊。你们都不按吗？我也会按。我不按。我也不按。我按。你为什么会按？那我其实跟舒尔想差不多，我不知道我什么叫完美，其实，但是我想按下去，我想看一看这个完美的这人到底是什么样，可能就是他现在本来的样子就已经是最适合你的完美伴侣了。但你不按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。但也可能你按了之后，他就 perfect， 就特别好。可是如果你按了，然后他还是现在的他，然后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完美，可是你又不要这个完美，那怎么办？你就认了，你就知道了哦，事后的完美就这样了，对。可是如果你按了，他也变了，但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的他是你按出来的他，还是他真实的想要变成的样子呢？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那按出来的就按出来的吗？是这样的，你这个拍了之后。我们没有说要去过多的考虑对方的这个自我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如果把这个全都拿进来考虑的话，我觉得太多了，所以我就只是从最单纯的一个题目本身去想这个问题。嗯，黄老师，黄老师有什么会按？哦，哎，你们确定让黄老师这么早讲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黄老师讲完，我们还要讲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那你们先讲吧，你们先讲吧。我们先问女生。对呀，对呀。声音，声音。我先讲啊。对呀，你讲啊，你因为你跟 Papi 一样会按呢、啊。我是比较自私的想法，就是我希望我的伴侣永远给我的都是正反馈。比如说我觉得生活已经很累了，我每天要处理工作，然后每天工作下班已经很辛苦了，然后我希望我回到家看到的就是一个让我很舒适的人，给我很积极的那种正面的情绪，然后可以让我很开心的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我觉得生活已经很辛苦了，为什么还要在爱情中找不愉快呢？嗯，好了，我说完了。那胡老师讲吧。我是不会去按这个键啊。我跟那个睡睡其实观点有点像，对，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更在意那个过程，因为其实按键就变完美这件事情就是要追求捷径嘛。是的，是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其实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会想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更多的知道啊对方，然后我们的一起来改变，我觉得那个可能路径会更重要。是。还有就是我觉得往往所有的捷径的背后，它应该会有一个责任。就是我们只想到了好的部分，那有没有坏的部分？就如果我按下这个键完美的那一刻，那我要背负的责任是什么？而且我对自己不够自信。就是你今天认为的完美，明天会完美吗？就是你让它变成你今天的样子之后，那你会不会再有一次按键呢？比如说是不是每五年都会有一次按键呢？或者是什么？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可能就不太敢去按那个键。对。但是如果他是完美的，就他是真的是这个意义上的完美的，他应该会根据你的状态去调整他的状态。对，幻想中的会成长。我们都认为那个理想的伴侣是一个固定形式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比较同意 Papi 老师的说法，我认为一个理想的伴侣其实是成长形式的，而一个会成长的人，你是不需要怕按这个按钮的，因为他不会被我固定住的。对，他明年还是你的完美的，后年还是你的完美的。你的想法一变，他就变。那个可能就是 AI 嘛。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能不能接受一个很完美的人？我可能有点没有办法，我能够承受这一些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完美的人在我的人生中，出现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失衡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考。我也选的是我不按，嗯，因为我想了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哈，我是四川人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吃米饭，然后也喜欢吃那种重口味一点的菜。那我老婆呢是北方人，所以她优选的是面食。我们俩经常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就会在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食这个事上，我们就会有一些争论。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，因为她喜欢吃面食，所以每一次当她说好吧好吧，我们今天吃川菜，我们吃米饭的时候，我就会有那种被宠爱的感觉。
就是我其实很难想象说，如果他就说每次都说好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就如果他只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看不到他是什么样的，就是随便有的时候对我来说很可怕。对，他没有自己的态度，他全都是为了去照顾我，迁就我，反倒我感觉不到我在被另一个人爱。对，所以有时候还更可怕的是什么，对方变成那个很完美的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像你应该怎么表达你对他的爱的。是的是的，这压力。对，我想告诉你我想对你好的时候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呢？而这里边最有一点讽刺意味的就是，首尔现在对老刘最大的不满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老刘好像有点找不到自我，忘记自己。可是你知道，你这个按钮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让对方让渡自我呀，你没有办法用让渡自我的方式来获得另外一个人的自我。人们对辩题的选择其实会反映他对这个辩题的理解，啊，这个辩题有一个小小的陷阱，它叫做它暗出的是你心目中的理想伴侣。换言之，大家选或不选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什么。比如说像对于李老师而言，他不按，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就是满足我，我不要按出一个永远满足我的人。那胡老师说，那我不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何谓完美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按出来的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啊。那比如说像陈明，他的节目里头他说他不能按，按出来那个人就是橡皮泥啊，搓圆捏扁都随你。换言之，在他的设想里，所谓的完美的那个对象就是一个被我控制的橡皮泥。而相反的，所有按的人都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他所设想的完美不是那样，所以他敢按。我刚刚看着，我想说，那如果我要按的话，我想象的完美是什么？比如说第一个，我认为的完美伴侣可能对我而言，透明沟通很透明比完全满足我更重要。什么叫沟通很透明？就是很多人自己想要什么是说不出来的，像其实最典型就是老纪跟那个王诗晴啊，想的东西绕来绕去不讲出来，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沟通可以是坦诚的，是透明的，哦，这特别完美。然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需求而有所愧疚，这特别完美。又比如说，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我认为完美伴侣的一个要求，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自我价值感的人。如果按一个按钮能够让你变得有自我价值感，也许我们当中那些所谓的委屈啦、自卑啦，或者是吃醋啦、嫉妒啦，搞不好都是来自于他的自我价值感不足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有了自我价值感，他就可以在我面前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人，他可以大方地展现他的那一面。那我会希望是这个样，我那时候脑中想是往这个方向想，是我说我爱一个人，他就可以变成一个透明一致的人，是一个有高度自我价值感的人，这听起来没什么坏，那我就会爱。我认为一个人变得更有自信，更有自我价值感，沟通能够更坦率透明，勇于索取，因为他是要是一个完美的伴侣，他不是个完美的人。我认为七成以上都是沟通的问题，讲话的方式。对，讲话的方式。所以我认为完美的伴侣就是你们拥有高质量的沟通。可能首尔按钮他按钮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。 对，因为老刘不说，他就想说老刘如果可以透明，对，然后可以做出自我价值提升，然后可以就是更有意识的去跟他拉近距离，那他就是对他来讲就是完美。对，我觉得高质量的沟通有几个先决条件的，第一个是两个人是足够的平等，然后第二个是阶段性的频次，然后足够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要有，它才能够形成高质量的沟通的。我很同意胡老师的说法，就是它可能不是我们一般意识中的平等，就是他的意思可能是关系中的平等，我很在意你，你很在意我，在沟通中我们变成平等。那这个我就同意胡老师说法。 对，没错。是完美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，什么叫，因为如果是我也不会按，我自己的个性是喜欢从中学习。那如果我今天真的跟我的另外一半真的是很完美，什么都依着我，然后做的东西都没有冲突没有矛盾，那我们也不会成长啊。但我现在改一点票，我现在觉得我要在死前那一刻按这个按钮，因为我要在那一刻看看到底他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到底是谁。那所以我再加一句，你按下那一刻你看到对方完美的样子的时候，其实反之就是你看到了自己是什么样子。是的是的是的。哦，这个漂亮。是的，
其实在那一刻你不是认识了对方，认识了自己，认识了自己。对对。但这样不行啊，你走前一刻你摁了之后你拜拜了，哎，他变成最适合你的伴侣，你现在让他一个人干什么？好像是啊，还能再把他撤回吗？我去看一下，我就